手，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红豆。哦，他算你的红豆哎。哇，因为他们之间最强的连结就是台语，然后爸爸，我就看到爸爸本来眼眶泛红的那种，然后他一唱到立起外昂刀，然后他的泪直接这样滴下来，然后说天哪，超揪心。嗨，内向。我爸爸。是吗？是吗？超恐怖的，你不敢想我了？是啊。他是怎样？我变成这样，你还有介意我？有啊。他以后不要想早嫁人呢。每一个有女儿的爸爸的心情都是这样，我们的心里话他都说出来，对的，有女儿的，他都说出来了。平常他是开玩笑讲这话，可是当他化老妆含着泪说“你莫要再给狐狸塞不”，你就会知道说 ，OK， 爸爸平常那种开玩笑，他也是在装坚强，他根本超级害怕红豆离开他。啊，你过会跟我做伙唱歌吗？嗯，真的。你要唱歌好吗？跟爸爸做伙唱。飞不浪浪悠傲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。听你讲笑的时阵，你有我高，吃饱吃好不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红豆。他算你的红豆哎！哇，因为他们之间最强的连结就是台语，然后爸爸，我就看到爸爸本来眼眶泛红的那种，然后他一唱到立起外红豆，然后他的泪直接这样滴下来，然后说天哪，超揪心。然后你可以感觉到，红豆就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小朋友，但他就是把他唱完给他的最爱的爸爸听，然后。最后自己再默默擦泪，这样就觉得有点为他的这种坚强心疼，但是又觉得他很棒。爸妈看到小朋友这样都会受不了了，那还是希望红豆这个可以开心的长大，对，每天都快快乐，不要像刚刚这样苦苦的。那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陪伴他很久，然后一起快乐的过每一天。